先生。倒位来的？会寄这金纸，一定是有冤仇。啊，不过最近咱这死拢真顺利，何不甲人结什么冤仇啊？先生，敢毋是甲建德有关的呀？应该毋是啦。若是伊的代志，嘛无可能拖到即马。那安尼，敢毋是先生恁翁迄边？你是讲伊的细意哦？啊，不过我有逐个月拢寄钱给伊，而且阮大家医药费我嘛拢有纳啊。咱无做歹代志，唔要烦恼啦。以后恁两个出门吼，爱较细意，知无？是。先生，你嘛较细滴个。有这么夭壽的人啊，超工寄明纸给别人，哎，那是旧厂人，吼死也是倒掉的呢。明姑啊，你讲咱敢会发生什么代志啊？米霞子，你莫别乱想啦。啊，咱若照平常时出力做代志，较顺利的，就无问题啊。啊，不过我也是烦恼啊。较早我有听讲哦，迄代人嘛是家己遐有一个大祸啦，唔知是得罪着什么人哦。那边吼，初一十五拢会收到金纸呢。后来吼，因家连续生红孩仔，拢夭折啦。啊，是大人身体吼愈来愈歹，因厝内的人就愈来愈少呢。因家哦，后来就败去啊。我也是愈想愈恐怖呢。米霞子，你莫迷信，迄拢是别人咧胡编乱传的。而且我感觉寄这种物件给别人的人，实在足可恶的。这心中有恶念，对家己嘛不好呢。我也是感觉唔对，啊，想看卖哦，看这几年哦，接生的红囡仔对一个较有问题。无啊，我那最近接生真顺利，就算是较困难的，洗洗嘛处理甲真好势啊。最近较困难。啊，顶个月哦，咱毋是临时接到一个电话，拼去验查。后来吼，交的时阵，鞋仔脚伤久，有淡薄乌青，佮互因阿妹讲动作受慢，敢会是因哈？啊，最后咱嘛甲迄个囡仔救倒啊，因阿公阿妈佮一直甲咱说多些，应该毋是迄个啊。安尼哦，啊是咱镇的迄个姓张的啊，顶摆来三检哦，检查到一半，嫌出现歹面相啦，啊妹妹就做伊早班付钱啊。我是有听讲，后来去王府三科遐，同款甲王府三科骂到臭头，等下就搬去台北，应该毋是伊啦。那呢，佫有像呢？我想看卖呢。顶日米霞子，你莫佮想啊，较早休困啦。无代志，无代志。哦，紧去困。啊，你毋是讲你今仔日真忝？那呢，你嘛紧困哦。嗯。惊咱去用酒餐啊！三不五时收到金纸，竟然阁有死家咧！无你讲的这么恐怖啦？是吗？是啊。那安尼应该是我太紧张啦。无代志，无代志。喂，小庄左三叔你好。哦，那啊你三十五号哦。嗯，我先去啦。
讲是要生啊？是啦，伊讲船跳真久，要生啊，我来去就好。那安尼啊，我就留伫咧遮，看敢会去收到金纸无？这款代志，莫一直提出来讲啦。会嫁这个人，就是要予咱惊吓，咱莫甲伊当作一回事，心情都袂解忧，嘛袂等伊会嫁，伊就袂阁嫁来啊。陈生讲了对啦，啊，我细汉的时阵哦，厝边隔壁拢传讲吼，看到歹物仔呢，大家拢足惊吓的啦。后来阮阿嬷就讲吼，无敬无忌，食饱哩，莫家己家家己啦。是啊，咱无做歹代志，良心会得过；，顶多是做歹代志的人吼，心内才有鬼。是啊吼，光线较无好啦，啊，行路爱较细腻呢。参像我啦，过落到伊搬我下课的时阵吼，嘛差点啊搬落去水沟内底呢。你是搬好的学生哦。那你，你今晚开台车再来登去好无？我的祖三嫂伫咧头前尔啦。祖三嫂，你三伯哦。敢讲你是明珠的先生？啊，你是？银珠的同学哦，是啦，我叫金楼啦。那恁先生，我先带你回去。明珠，明珠，明珠，你想怎？卡细滴。金楼，啊，你那个先生做伙啊？先生伊靠。先生，你也靠着伤啊？我去提药啊！我刚来啊。你哪在吃？先生，你是发生什么代志啦？就我骑车骑到路口的时阵，一台奥托拜在安尼熊熊弄过来，我袂好走啦。先生，你敢有看到迄个人写作啥款啊？爱弄着人就走啊！面我看无啥清楚，啊，不过位背后看起来，敢若是一个少年查某。牵牵小手的面容，该好好牵你。